这款游戏呢叫做《黑暗灵魂三》啊，就是那个该死阿莫，妈的一直叫我玩这款游戏。我已经答应他说今天要玩这一款啊，好不好？声音都 OK 吧？对哦，这好像可以自创角色啊，名字叫什么？对哦，可以打字，可以打中文吗？可以打中文吗？不能打中文了，好吧？哎呦，摇杆差点掉下来，靠北！丢丢的，这样可以吗？哎，干！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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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。明天是异变哦，小声一点哦，待会会调整。我不知道要练什么，有没有什么建议的啊？是不是啊？脸部哇，可以用哎，自己落差太大了吧？哦，这还蛮美男子，可以。啊，怎么放大、啊？放大是哪一个键啊？哦，可以。下巴好尖啊！这是有困难吗？哦，这个看起来很慈祥，很慈祥。蛇形异邦人脸型。啊！我们这边有没有观众长这个样子的、啊？应该是没有吧？啊、哦，差点就要吐槽下去了，抱歉。好了，就决定是你了，七哥。他这个不能细微调整吗？怎么感觉都只能调他的预设啊？哦，这个可以，这個、可以。哎，没有声音让我听到、哦。便秘。去了。Yahoo！ 开挂调血量。是啊，开挂调血量的顽皮啊。所以说我是要演说我死掉从坟墓面爬出来，然后用那个陪葬品是我的生命项链这样子啊，所以我一出来我就是一个脏笔是吧？哎、欸，果然开到几点啊？两小时左右吧，大概9点10点，好不好？就稍微试玩一下嘛。啊，从来没有玩过黑暗灵魂系列的、啊。哦，还行还行。你会玩这个是因为阿莫强迫你啊？干你老师三小，他妈的！喂，大哥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突袭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妈的！是怎样？我就知道有王嘛，对不对？想要弄我是不是？看一下这个人哦，这是其他人在打的那个画面，是不是？超屌的、欸！啊，干林老师，先走，先走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哥知道错了。他该不会永远追过来吧？我靠，还真的，妈，我死定了！哇！Oh my god！ 没有在怕的啦。来啦！来，重击踢给你！干什么东西？嫩！我这下，我这阿这！小 case， 单挑啊！我来！
阿妈，阿妈，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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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妈不要，阿妈不要，阿妈，靠背啊！哎，让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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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哦哦！一打一打一打，也也没了，也没了。我加加，也没，也没，也没的，也没，也没。妈的，干嘛死了？哎、欸，给点活路好不好？忍耐，忍耐，忍耐。忍耐，凡事都要忍耐，忍耐，忍耐，忍耐啦，忍耐，忍耐，忍耐啊！砍刀，砍刀 ，fuck you！ 嫩，妈的！现在都在新手教学，就是了。这三小，嗨，你好，干 boss 吧？不会吧？你会动吗？拔剑，该不会拿他的剑来做攻击吧？呜、哦，动了，动了，动了！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 ！Oh my god！ 不是吧？等等啊，这个血那么长，武打！我操！炸！我接啦！再来啊！炸炸！哎、欸！我他妈干嘛？哎呆！我操！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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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下去。Hello， 我操！哎，失败了，太慢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反不了哦，重击他没办法盾反啊、哦。不下，干死！哇，这干嘛啦？哎，大哥不行啊！大哥，你这样不优哦哟喂！这有办法盾反吗？试试看，试试看盾反。靠背死了。哦，去了。太早了，干！开始喽 ！Holy shit！ 最靠北的部分来了。拜托啊！这么大一只，谁是他攻击模式啊？哇，这个咬直接破，根本看不到啊！Oh my god！ 嫩 ，Yeah！ 胜利！螺旋之力，获得螺旋剑，哈哈哈哈！好爽啊！左边楼梯上去这里。
能听到敌人的声音。哦，这边有一只。他说是这里吗？渔火。走错边了吧？会有机务党会啊。还要再往上走吧，是不是？那个楼梯往上嘛，我走错边了啦。这里是那个人吗？哦，武士大哥大，大哥有话好说。哦哟，丢哦！哇哦哦哦，有点猛啊！要死了！哎呀，可以把他踢下去吗？哎、欸，让滚下去，让滚下去！下去下去！干！妈的干！有武士刀吗？我拿到武士刀了吗？哎、欸，武士刀啊！哎、欸，他变灵魂了、喔，所以说根本不用重打、啊。打刀，专业衣服，那、喔、可以一起打怪了、啊，还可以多了连线好战哦、喔。哦、啊，终于集合了是吧？走啊，打怪啦！都到了是吧？啊，可以去打怪了，来吧，火箭舞，嘿嘿嘿，那边有一个红色的、欸，哎，菜鸟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不能打他，他可以打我啊？要死了！哦，洛克，有人死掉了。我可以围殴他吗？我这边有人死了、欸，干你死！哦，碎哦！他把玩家解决掉了，杀掉玩家也是可以拿到灵魂的啊！那我们的阿莫挂掉之后怎么办？他要怎么过来？靠手枪啊！快点来啊！看谁手速比较强。妈的，不认真练在那边。哎、欸，捡到一个渔火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干阿莫，你到底在干嘛？干阿莫，你怎么一直死啊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干笑死！阿莫，你来干嘛的？我预感就是这个要打 BOSS 了，是吧？你为什么不走呢？Come on, come on！ 好，我吃东西了。Come on, Roger！ Come on！ 歌上，这么安静是怎样？哦，原来是要我触发哦。
旁边有灵体多召唤。哎、欸，玩家要先走，原来如此。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太牛喽！太大只了吧！啊！啊！所以要我自己一个人过就对了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他也在、欸。快点刚他，快点！刚死他！从后面来，哇，多人对付就好打多了。啊！有人要死了，有人要死了。哦。大屁股呀！他的头又变这样子，宝箱怪。超级打酱油。接下来升降机很有用，意思是说等一下会有网，我们直接跑到升降机那边打，是不是？升降机大法，我靠，这什么鬼啊？呜呜呜呜呜呜呜！等一下会死啊！哇，冻伤 ！Oh my god， 要死要死了！靠腰啊！None。终于啊！终于啊！嘿嘿嘿嘿，好爽啊！哦，就是你啊，妈，小王八蛋！装了，装了，装逼！嗯，结束。妈，这样搞到十点，啊，辛苦了，干好累啊、哦！不过躲他的攻击会躲到没耐心，超级没耐心的。我去外面砍一下怪，想看一下这刀的威力如何。冰冻剑呢？哦，嗨，哇！啊你好欸，这样子没问题吗？来吧，
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不用讲打啦、啊，楼梯上去啊，是这里吗？ 蛋蛋，好，先把他们全部弄死好了。靠，别动了！哦，我靠，这个蛋也太屌了吧！唔汤啊，唔汤！哎呦喂啊，一击必杀哦！ 哎、欸，把他们先弄死啊！啊！这样我很难对付啊！靠呗！ 看不到敌人，重点是他旁边还会生小怪，怎么打啊？一直生就饱啦！小怪生太多了啦！看他一直用他的蛋蛋对着我、欸，哎，好害羞哦、喔！他是卡在墙壁里面是怎样？ 哇！啊，不行！哦呦喂啊！地震之术！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安尼唔使呀。 伤害是要打什么？ 欸，这个血很多啊！ 应该先升装备了吧？打这是打给谁啊？打给谁看啊？五十几滴，打爆会有伤大伤害，真的吗？我也快不行了、啊。靠北这边也太多只了吧！ 被踩死了！哦，原来哦，这可以砍吗？ 他的蛋爆了哎、欸！
哇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掉下来了，又恶心了。他的手可以打吗？我靠！痛！干，卖脑啊！原来手可以砍哦！可以伤害。内护，看，危险！哎，要狙了，干不完了，休息了。